接下来要上的东西叫做照相机 camera。照相机里面会有一组一组的透镜啊，有的凸，有的凹，反正一组。然后别人，卖相家就告诉你说，我放了几组的镜头，什么特殊镜片，对不对？说我相机多么高贵，多么豪华，还有放很多不同的镜片，跟它有它的原因，我就不管它，反正呢。这整一组的，然后这个整组的够最后的结果，不管它里面中间有的凸有的凹，反正最后的总结果是像一个凸透镜，然后呢把光线呢弄到我的底片上，让底片会感光。那现在呢虽然就是说 CCD 它那个感光元件上面它就感光。 OK， 好，请问你为什么那一组啊合起来是像凸透镜不是像凹透镜啊？为什么合起来它会是凸透镜，不会是凹透镜？为了它总和的结果是个凸，三十。哦，三十号，三十号谁啊？为什么总和的结果是个凸透镜？错了。为何它的总和结果是凸？坐下。我待会再问你。请问你，请问你的光要照到底片上，在底片上成像，那是实像还是虚像？实像。请问你凹透镜会不会成实像？凹透镜是有一种像叫做正面缩小虚像，所以它不可能是凹透镜，一定是凸透镜。照片照相机要让底片感光，所以像要光线要照得到底片上，所以那个叫做光线实际汇聚所成的像叫做实像，所以它成的是实像。凹透镜是发散，所以它只会成虚像，所以它不可能让它那边的感光。所以那一组透镜，不管里面有的凸有的凹，总和的结果是像个什么透镜？总和的结果是像一个凸透镜。好，照相机的一组里面很多好几片啊，有十几片的镜片，镜片，这个总和的结果它是像一个凸透镜。因为照相机要在底片上成实像，能够让它感光才照得到东西，所以它一定是像凸透镜，不会是像凹透镜，凹透镜只会成虚像。好，还有问题哦？请问你，照相机在底片上所成像什么像？来，就成像性质。老师说，问成像性质，回答三件事：一、正立还是倒立；二、放大还是缩小。三实像还是虚像？我们讲过，我们国中教的，经过一个透镜一次折射成的像，实像都是倒立的，虚像都是正立的，一次反射也是一样。然后放大缩小，你可以想象就知道它应该是放大还是缩小，所以很简单。下一个，起来。我刚跟你讲过了，我们教的实像都是倒立的，虚像都是正立的，然后它是放大缩小，用鼻子放大缩小。正立缩小虚像，请坐。第一件事情啊，刚才已经告诉你了，底片要感光是一定怎么像？实像，实像有什么力？倒立。然后放大缩小，你的头那么大，底片那么小，放进去那叫你怎么像？当然是缩小啊。所以照相机所成的像是倒立缩小实像，所以它会上下颠倒，左右相反。那为什么看到正的？因为你反过来看啊。因为在洗照片的时候你反过来，可是最近有一些呢，你们那自拍的，有些相机自拍的，用自拍的那照片都左右相反，
照他都左右相反。照镜子，照他都左右相反。然后他们还说，好像不是每一家都这样子，有些牌子的照出来自拍的不会左右相反，可是我看到几乎都是左右相反，就照破相机就是左右相反。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来，好，那个透镜是像凸透镜，然后你要成为一个正立缩小虚正立缩小的导对不起导力缩小的实像，凸透镜要成一个导力缩小实像，那就表示你的东西要放在透镜的哪个地方呢？它才会成为一个导力的缩小实像呢？啊？啊，放在哪里呢？三号，三号，放在哪里？你每个人拍照都离相机无穷远。啊，每个人拍照都离相机无穷远。啊，无穷远不算完全错了。是在远一点啊，多远啊，至少要多远？你要报答，你不会听啊。两倍焦距外是真的。你坐，两倍要放在两倍焦距外。所以照相机不能去拍太近的东西，除非你的相机有所谓的近拍功能，你把它调到近拍功能，改变了一下。你才能够拍得很近的东西，否则太近反而是模糊的，因为东西要放在两倍焦距外。不过正常都会啊，它焦距50厘米好了，5公分，你只要离10公分就有。有人贴着相机拍照吗？啊，所以正常情况下都 OK 了。啊，除非你有特别要想，他要特别就是要特别拍一个近拍的一朵小花哈。这个才会有这种状况、啊、基本上要放在两倍焦距外。好，来，这我前面叫你背过了，我要你记，物在无限远像在焦点，物在两倍焦距像在两倍焦距，物在焦点像在无限远，它的东西是放在两倍焦距外，所以是无限远到两倍焦距间，所以成像就是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，焦点跟两倍焦距间这件事情，我们当会会拿出来用。好，你现在拍照的时候，东西如果离你太远，东西如果你太远，越远成像就越靠近焦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以上面显示有一个荧幕，然后有个荧幕，那你东西离太远，成像就太前面。就没有落到荧幕上啊，就没有成像啊，或者是模糊的像，不是清楚的像啊。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变清楚？方法一，把荧幕缩短，把荧幕靠前，把荧幕往前靠。你说老师，那你这个如果你的透镜也动了，不是距离变嘛？可是那个变化无限远到两倍焦距，才从焦点变到两倍而已，所以。那个上面动一点点没有什么影响，所以第一个就把荧幕往前靠，缩短。所以你照相机，如果你的镜头是可以伸缩的，你拍远物的时候，那镜头会缩进来，要把距离缩短。方法二，啊，人靠近一点。不过一般照相不会有这种事啊，拿着你照相，你太远，你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可以更靠近一点，啊。不要这么，但是基本上，因为东西如果靠近，就像就怎么样，就会后退嘛。东西靠近透镜，物在无限远，像在焦点，物在两倍焦点，就往后退。所以物体人靠近，像就会退后，那就会到达荧幕就 OK 了。第三个，焦距变长，换镜头，焦距变长。真值。你是离我太远的意思是离焦点太远，离焦点太远，所以成像太前面。那我就把焦距变长，那就离焦点近了，你成像后面一点，所以呢就会增加我的焦距，增加我的焦距。一般人用照相机的时候是用第一个方法，有的时候会用到第三个方法，很少人会用第二个方法。请那个人靠过来一点，请那个人靠过来。
这个叫做东西太远啊，东西太远。这些话我现在讲，当回讲，讲到眼睛的时候会再讲一次，都是同样的原理，都是同样的原理，都是一样的原理。那如果东西太近呢？物在无限远，像在焦点；物在两倍，像在两倍；物在焦点，像在无限远。东西越靠近，太阳是不是太后退？所以就成像太后面，没有落到我的荧幕上，没有落到我的荧幕上。所以这样子也不清楚啊，这样还是不清楚啊，那怎么办？刚才第一个，你就把荧幕后退嘛，把荧幕后退嘛，增加荧幕的距离，把荧幕后退。荧幕后退就到了就可以了。照相机拍近的时候，镜头会伸出来，镜头会伸出来，镜头会伸出来，把那个距离增加。那、啊、再来呢？那么太靠近嘛，东西太靠近，就请东西后退一点，两个八股嘛，啊，拿起来，啊你太近了，退后一点，再退一点，退到雪莱旁边去，啊，就这样。可以往后退，然后人退后，人退后。那再来，你所谓的太近是什么意思？离焦点太近嘛？那我就把焦点缩进来，把我的焦距缩小，让你离焦点远一点，让你离焦点远一点，那么你就可以啊就可以了。OK， 就是缩短焦距。好，这就是三个，如果东西的位置太近或太远，没有正好在我的底片上成像的时候，那我该怎么处理？我有这些处理方式，这个我讲到眼睛的时候还要再讲它，一样的原理，一样的原理。OK， 好，我们平常讲话，我们平常说话，拿起照相机调整镜头，如果你这个可以调的话，你说我在调焦。把焦点调好，其实你没有调焦，你不是在调焦距，你调的是所谓的像距，调的所谓的像距。除非你的镜头是那种啊变焦镜头，这个镜头本身的焦距可以变的，就拉长或拉远那种，啊，可以拍近，就是可以望远镜、可以广角那种。那样的话，如果你动镜头的那个镜头那个焦距，真的在改变你的焦点，改变你的焦距。否则你平常拿着相机，你所谓的说我转一转这个圈圈啊，那影像清楚一点啊，好，咔嚓放下去，那个不是在调焦距，那个是在调什么相距？就像镜头进来或者是出去，然后相距，让那个成像落到你的底片上，那只是口语上说这叫做调焦而已，但它实际上并不是调焦距，实际上不是调焦距。OK， 好，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所以我们的照相机要调镜头的时候，我们的镜头呢就要缩短。刚讲过嘛，物距要那个相距要变短，荧幕要靠近来。那如果你用的是变焦镜头，你就会增长焦距啊，比如说用个200mm 的镜头去拍，就很适合拍远，要望远镜头，可以拍远的，然后可以拍得很大很清楚。哎，一样，就跟显微镜一样嘛，东西看到的比较大，但视野就比较怎样小，看到的东西的范围比较小，所以呢，我要拍远物，一般人拿来，我就镜头伸出去，正镜头缩进来，把那个缩短，让它成像清楚。那如果我的镜头是可以变焦的，我就用长镜头，大炮型，600mm，然后长镜头。那赏鸟的人会用到那种，因为离鸟都很远，就要让远远拍它，啊，增加我们焦距。那如果是拍近的东西，镜头就会伸长，啊，镜头就会伸长。然后呢，焦距呢，如果你用的是变焦距，就把焦距缩短，短一点。一般而言，50mm是标准镜头，跟人的眼睛接近，比50小的就叫做广角。变小一点，焦距变短，它就变成广角镜头，可以看的范围比较大一点，的东西就变得比较小一点，因为适合拍近的东西，好，这东西就是这个。
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这些话，刚才讲过这些话啊，太远要怎么处理，太近要怎么处理啊，太远要怎么处理，太近要怎么处理，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。 OK， 可以吗？把那些想法其实都很单纯很正常，因为我成像太，因为我的成像在前面，在荧幕的前面，所以呢就把荧幕往前移，或者是东西往前跟半步退后，或者是什么改变都很正常。但是呢要记得，因为我讲过，等后面我们教到眼睛的时候，这些想法都要再拿出来用一遍， OK 吗？ OK。